进行处理的过程。继续啊，咱们特殊时期的耳内镜视频更新。又是一个抗击新冠肺炎的白天过去了。我录制的时候是晚上嘛，7点多，放出去的时候可能将近快8点了，觉得。这几天的这个数字啊，依然是在不断的增长，但是也有好消息啊。今天看，新闻啊，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医疗队已经进驻啊火神山医院。由解放军的医疗队正式全面接管啊，那么还有些好的消息啊，目前可能还得有待进一步确认。刚刚看到之前的一些猪队友啊，应该是被暂时清理出队伍，这个一些物资短缺的问题啊，应该会逐步的好转。前方将士的压力啊，应该慢慢轻一点吧，希望后期快点好起来啊！全中国都在捆在一块儿啊，当然排除一些250，再把这些250踢出去啊。今天更新的现在看到的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外耳道阻塞。之前说过啊，像灶一样啊，肥皂一样，我呢考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真菌感染。这种生长速度很快啊，生长速度很快。如果没有药物干预，即便是一次彻底清理以后，在1周左右就会再次完全阻塞。我遇到过几例，连续看的啊，当时在别的地方就说，每次清理前后要花1个礼拜左右，好不容易清完了，没几天又堵上了，这1个月。几个月啥也别干了，每周跑医院，精神崩溃了都快啊！清理我给他们清理完以后啊，局部用这个抗真菌的药，就能够明显的抑制。虽然说没有办法，就是说彻底的终止啊，一次用药没有办法彻底终止，但是感觉是可以明显的延缓这个速度，放慢到几个月，这是可以达到的。好，第一个啊，这个灶呢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啊，还有点空心儿的东西。以前遇到过的有这种完全实心儿的，就真的跟一块碱性肥皂似的。而且往往这种都是双耳啊，都是双侧的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中间还有空隙，这个可能是我清理过的吧，我想想，这可能是清理过一段时间又回来重新又再次二次复查的，好像是。他原先这个病例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全满贯，会很闷堵啊，这个会有比较明显的闷堵感，就塞了块棉花的这种感觉很不舒服啊。钩针把这个挑开啊，撬开，然后拿小钳子能够比较完整的啊夹出来。这个肯定不是普通的叮咛栓塞，从它的不管是形态也好啊，清理完了以后，外耳道的这种后期的发展也好，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叮咛栓塞啊。真菌是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不好说，现在因为这玩意儿真要研究，需要足够的病例数，而且有专门的这种仪器，现在还达不到这种条件啊。这种病例数不多，一年可能只能遇到几例啊，两三例。19年好像还，19年有没有啊？19年那个病例是旧的，以前的。这个应该是一个复发的病例啊，这个鼓膜以前还穿过孔，后期愈合的。灶样真菌啊，这个鼓膜是后期长的。哎呀，这段时间这个新闻看的啊，真是
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就感动的热泪盈眶，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就拍案而起啊，满口的脏话都出来了，气的真是。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又被气乐了，再这么耗下去都感觉快神经了。这个病例啊，一个上古史的胆脂瘤啊，上古史胆脂瘤从中耳里突破了，一个上古史骨骼的屏障啊，这很容易在肉眼情况下被认为就是一个丁咛块儿。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病例，就按照丁咛处理，在冲洗啊，去弄啊。这个完全是在里边啊，这个已经有听骨啊，听骨可以显露，听骨的影子。这个病例呢，它的中耳里边存留的还挺多的，中耳存留的不少。后期要做这个切开的中耳手术啊，这个后再往后就是已经耳内镜的盲区了，进入到这个中耳乳突的区域是耳内镜的一个盲区。哦，后边补两个儿童的，补一个吧，这是同一个病例，儿童的丁咛栓塞啊，这小朋友，我之前说过啊，这个孩子如果不能配合，一个是不要清理，另外一个呢，药也不要点，这个明显的是被家长捅过，表面还有个坑啊。这个小朋友的话，配合还马马虎虎啊，还马马虎虎。他倒没特别恐惧啊，所以当时还胆子比较大，还上了钩针儿。一般小孩如果特别闹的那个，连钩针儿都没办法去上，因为这个这么窄的空间，几个毫米的空间，他突然他打个喷嚏都有可能伤着，更不要说他躲。哎，在这现在的都已经很不稳了，这个就没有再做特殊的强行的清理。额度不好啊，就不能再去强行的弄，很危险。那就，因为孩子后期他倒不是说恐惧啊，他就是一个坐的这个姿势，可能也好动吧，他不是那种恐慌啊。然后就给他点了点药水啊，拿吸引器清理。因为这种如果说确实是这种非常恐惧不能配合的这种啊，因为你点完了以后，这个丁咛块会胀开啊。就是孩子也不舒服，他是不配合，就把医生和家长晾在一个很尴尬的环境，孩子很难受，但是又不让动，很危险啊。这个还可以，他只是因为年纪小，然后让他稳定的坐着，他坚持不住，他不是说是那种特别害怕闪躲的那种。这种在后期的生长发育期，如果不清理的话，有可能自然脱落。也对听力，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啊，不影响日常生活交流，不影响学习啊，各方面。